有拜有保庇，飞风灵肉合一咯。八卦人生，李太太吼，系啊，恁家是咪叫亚鹏，是不是离婚啊？系啊，你哪知？我老师做假哦，最近有在看新闻吗？有哦，老师给你个建议哦，那个黑红恋知道吼，男的那个叫谢霆锋，本来脸都臭毛毛，但我最近和王菲交往后变个笑嗨嗨，因为王菲甲谢霆锋搞定了哦，乖乖跟他一起拜大宝宝啊。这个王菲很虔诚哦，家财家真久哦，连带奶奶的妈妈就是那个乳牛嘛，是家草呀。一年至少去印度看皇三次哦，十二月没过期哦。听说谢霆锋也跟他去哦。哦，还有啊，有没有看见谢霆锋左手有一串佛珠？神明跟我讲哦，那条佛珠有皇加持，是王菲送他生日礼物，这就叫玲珑合一，听有无？哦，了解啊，老师，这跟我儿子脾气坏有什么关系啦？啊，就是要你买我的佛珠啦。